你来台北几年了？八年。你还没演过真正的电影，对吧？虽然剧本里面写全裸，我们可不可以去问看导演，他会怎么拍这场戏？当然可以啊，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要搞清楚，现在一堆人在抢这个角色。选我，什么都可以。这人留下来，其他可以走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了，你要开始吗？我拜托你进入状况好不好啊？你是一条狗。为什么女主角是你啊？这个贱人。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，我不像你活在电影圈哎，我过得很好了。这场戏有五个层次：神志不清、绝望、心碎、觉醒。